市面上呢，现在杀菌灯有两种啊，一种是单波段的，全部是 UVC 的，还有一种是双波段的 UVA 加 UVC 的。像我们这个就是单波段的 UVC。那么单波段的 UVC 的杀菌灯呢，杀菌效果更好，但是这种可视性感觉不好，因为它的光不可见嘛。但是你加了 UVA 之后呢，它的光就会比较明显，但是会削弱它的杀菌效果，具体大概会削弱10%到15%，但是它杀菌的可视性更好，它会让你看到这个光。那么我们这一批做的是单波段的 UVC 杀菌灯，我们下一批会做一批那个双波段的 UVA 加 UVC 的杀菌灯进行一个比较，到时候也会推荐给大家。